听说你今日回娘家了。侯爷，母亲身体抱恙，我便回家看了看。需不需要请刘太医过去看看？多谢侯爷关心，若有需要，我再与侯爷说。你还会白描？刺绣需要底稿，不会白描怎么行？只是我画技粗浅，难登大雅之堂，侯爷不要笑话。作画古朴雅致，朦胧中竟还有点古旧陈破之感，是一幅难得的佳作。侯爷果真是文武双全，我做此画时兼用了撞粉和撞色两法，还将实色和颜彩相结合，尽量减少了线条的身影，希望用色彩就能造就出荷塘的朦胧之美。画作是佳作，可你如何用针线将其呈现呢？侯爷拭目以待即可。可是我所言有误？给。这是？打开看看。你不是掉了一只白玉簪吗？我向冬青问了一下簪子的样式。侯爷您太有心了，这只簪子和我丢失的几乎一模一样。试试看，看看还有哪里不妥当的。谢谢侯爷，我很喜欢。哎呦，正哥，正哥不哭啊，不哭不哭，不是，夫人，正哥，哎呦。